哦，我看到衣服了。我看到衣服了。好热。我们这那我觉得 OK 耶，你看那个帽子，这样盖着怎么可能认得出来？我们是要先换衣服吧？可以啊。哪一套比较多人选？这个是穿的人多一点。那好吧。嗯。哎，但认不出来。真的吗？认不出来吗？我能看到我自己吗？我看不到。把帽子拿了照啊。哎，这样好像挺好。哎，挺好看。这样完全看不到自己。阿姨，给我选一套吧。他也要遮头遮脸的。哇，我感觉我顶着蛋糕在头上。但那这个有点明显是他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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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腿麻了。我们应该找个地方坐下来喝杯下午茶，躺一躺。我们俩就穿成这样，躲在这儿，不是说看星星吗？我觉得他们不可能看不到我们，我们是不是被整了？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是被整？我们不是来，是不是局中局？我们不是来找朋友吗？我们找的人比较累吧？啊？呱呱呱！我看到他们了，看到了，他们在那个角落，咱们就别找他们了。那走就走，我们拍个照吧，合个影。这里这么漂亮，最起码我们来过了。怎么样？也不是我们没有找。哎，真不行，等一下他在哪？我看一下。来，哎，他在来了。这，哎，Oh my God！哎，Oh my God！快点点的，我。他是真的不知道，我的天哪！你不是有点更热吗？热吗？我靠！真的吗？而且你们也不知道是我，不知道，我只是怀疑，因为他的口音不像台湾的艺人。我刚才装啊，是吗？对啊，你装什么？而且我故意不说话，而且我还说我们俩是一对的。好了，现在把它还给你了，还给你了。好了，这期节目录制到此结束。Oh my god！ 那你要来的话，岂不是都可以看到星星吗？好像最后一天是看流星雨，对吧？我想提前预知一下，你们俩看到流星雨会有什么反应？我要提前有一个心理准备。我也不知道，你见过流星雨吗？我看过。我没看过。那个谁看？你这个时候这么突然间这么命干什么？他独自一人。我在山顶上跟一帮老爷们看的，不行吗？哦，可以。我宣布，大型撒狗粮现场现在开始。我怎么都没想到是你。所以我们刚刚就说，就算被找到也没关系，因为你肯定不知道我在。我一直以为所有的综艺节目女方来或者男方来的惊喜都是大家知道的，我们这是真的、nope、来真的，完全不知道。哇，那你真的神经很大条哎，这样会活得很快乐。我觉得没有，他就是憨而已。那我们现在找最简单的月亮，先大范围的调，再来微调。啥也看不到，他可能还没有对。你现在对的是这个，现在对的是墙。对，所以你可以选择把它也向他们转到月亮，转到看月亮。来，你看一下，看到了，来你们看一下。哇。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环形山，对，还有月脉、月海，美的美的。你们还没看到月亮吗？你们看到了？我们都看完了。看到了。怎么这么快？非常的凡尔赛呢，凡尔赛。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对，找到了吗？看，别动，看。
走了，走了，是吗？是吗？对。看我们的，看我们的，来看我们的，看我们的，来蹭一下，蹭一下，蹭一下，蹭一下。哎，但是你们这个好糊，我们那个好清晰。哎不，你是没调焦。但我们那个很清晰，它刚好调到很清晰。哼。怎么样？没事。是什么右手？哦 no！ 这是不是显得有点惨？很痛哎，你这个已经破洞了，你知道吗？我看一下这手套。我的天哪！很恐怖，他整个都烂了。人家原本是这样的。给你看一下我的手套。重点是，你看这个，它里面是露出来肉的。你看，这是你烫伤的位置。要不你先涂，然后再泡，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是可以消炎什么的。我怕你有那个。啊，好了好了好了。你把那个膏给我吧，来。没事，我拿着，你先上去。不是不是，我需你这挤出来了，来走。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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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理我。豆豆哥还好吗？好着呢，肯定起泡了吧？有。看一下，没事。擦一下没有？还没还没。都红了，整个手。你那水泡有破吗？没有。这里吗？是不是这里？还有呢？没了，拿了。好，那你不要用这手了。手上钱。开吃喽！我要吃浓浓的酱，满满的。是果酱的那种是吧？我喜欢厚厚的。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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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干嘛？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啊，我没事没事，你别吓死我了，我天哪！你好恐怖！你吓死我了你。我是觉得你很恐怖，是吧？是不是很好吃？真的，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受不了了。嗯，真的好吃。对，那你为什么不胖呢？嗯，按照道理，这种手艺你没有道理不胖的。他做第二顿，真的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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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没有做，我给他吃。那是我们幸福。嗯，好吃，真好吃啊。我喜欢这个，要是再配上两包腊八蒜，哦，有啊，我特地买的。第二碗嘞。哇，再吃不饱了，那就看星星。我们看一下有天有没有。今晚应该比较。你是不是很痛啊？但今天的海拔没有不痛，低一点，它的森林度没那么。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拿那个望远镜出来？在后面啊，可以装吗？在后面。对，王南希，我们把它拿出来。你哥今天手不伤，交给你。我们还有需要大帐篷的吗？来了。没有，今天不用了。今天就是一会儿再住了。对，就在帐篷睡。哦，那他就还好。哇，原来你的梗在这儿呢！你先问一下，一通然后他说：“哇，你这个恩爱秀的可以，没错没错，可以可以。”他说什么？医生说什么？没事。肯定是说得很严重。No， 小豆应该是喜欢老这样的人。嗯，我能看得出来，还挂相，你看他就挂相而已。Natural， 大自然。不是你们这么优雅精致，他是就是很弱。哎，那不是很好吗？他会强迫我陪他一起不换衣服。哎呦，我们怎么上课？不要提这个梗。他不喜欢换衣服。我不是不喜欢换衣服，是我们上一季在玩户外。你猜他最长一个衣服可以穿几天？10天。10天。不是，但这个前提是再多一点，半个月，再多一点。什么？来吧，自己公布一下。我是登山一个月，好了。一个月。我这你绝对是个有味道的男人。哎，你老公很有男人味儿哎。哎，你先貌似。真的是不臭的。你貌似是臭的。有汗的味道。说到味道，你知道，我以前看过一篇科普文章，讲就是人和人有时候为什么会走在一起，两个互相喜欢的人，他闻对方身上的味道是舒服的，可能这个人别人闻他身上味道是不舒服的，他们互相闻是舒服的，啊，这个会影响到
哎，看见没有？哎，你是这一个月没有味道，解释了吧？为什么一个月没有味道？哎呀，刚刚把你最爱吃的那个吃掉了。那个 cream 的那个。我的最爱难道不应该给你吗？谢谢，好好吃。所以你爱吃甜的。很爱。但是你吃的你也不胖啊。我吃就吃身体消耗糖好像比较快，对、啊。那你将来要是怀孕的话，你会基本上身材不会有什么变化。所以呢，你们有在准备要小孩吗？啊、还没结婚呢。啊，对啊，我知道你们没结婚、哎。老婆，你要不要先劝婚再劝生啊？我觉得婚不用。你们顺序搞反了。不是，我觉得婚是不用劝的，他们肯定是要结婚的啦。嗯，这就被安排上了。嗯，等等我，等等我。等等等等你，等等你。不过我在手上，我爸爸刚走，所以就还不行。嗯。哎，他们俩好甜啊。啊，是那种甜啊，很自然也不造作。你们两个也，你们两个也挺甜的。我们是那种老糖。但是，什么老糖？什么玩意儿？哎，我觉得我们三个好像在看电视一样。这是一部戏，这是一部戏。我们三个是观众。凭什么？吃瓜群众。我每天都是这样的，我现在完全融入不进去。我每一天都坐在车后面看着他们两个这样。不是现在又来了一对吗？现在又来了一对，我们去湖边走一走。走吧，我们去湖边走一走。我们要去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这里没有我们的，这里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你们两个把姐姐带好了。不是，他们每天都在撒。哎，那你们为什么每次都把我甩到后面那辆车里？你们能感受到了我没？感受到了，好难过，对啊，好难过。感受到了，这种感觉很失落，很空虚，这么好的风景没人可以分享。你都不帮我把香菜挑出来。这个不是我做的，老公，你嘴巴真的变红了，刚涂了那个东西。我是变红。No, you are. 没有你好。我觉得等一下啊，我也去旁边拍两张照。怎么就剩我们？不是我怕我 PK， 我怕我颈椎病犯了，我要左看右看，左看我颈椎病会犯。你自己我到旁边去。我来了，我来了，我来陪你们了。长江边上的四傻。我坐在那我很尴尬，我一开始我没有办法太明确，因为老朋友好久没见，我们刚好可以聊天，聊一聊聊一聊，我发现不太对了，他们开始已经不在乎我了，那边拉着手，这边摸着头，这我，对我也就太搞笑了，这个好厉害，我该买给邓紫棋，鱼是吧？金鱼，他是跟他一样肺活量巨大，很大一个嘴。哇哦，这感觉很难做哎，我们可以学吗？可以的，到这边，你有这边有体验的地方，可以体验。好，好，谢谢老师。可以，您可以选一个形状，就是喜欢的，像杯子啊这些都可以。这个吧，星星的。这个比较难做，宝宝。真的吗？这很难吗？说是星星的话，它不是说是那么简单，因为咱们敲的话一般都是没事底开始，我来做星星。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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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你做星星。不要我不要星星了， no, 我要杯子，我要杯子，那边我要杯子，我要杯子，你要不是让我？我跟你说，我高中的时候陶瓷课拿满分，我们就做星星。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做吗？啊，可以。好，那你做你的，那我要做你的。那我帮你好了。我不要，你做你的星星。他有说可以加水吗？可以，你拿手指。嗯，你这个上面可以沾一点点小小的水。我沾了。然后呢？先这样，先可以。其实有裂的地方，对你那个就裂的话，就得稍微用一点点这个了。把这个呢补在这个外面，弄成小细条。对，然后呢拿这个沾一点点水，然后在上面先揉一揉，然后再拍。好。完了，
这不是挺好的吗？人家说送一个杯子是一辈子的意思。你为什么送一颗星星给我？来解释一下。你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好的。我感觉我做了一个星星型的烟灰缸。哦，你改成星星了。对，我想说你的底盘也是星星，那我也要星星。So sweet. Come here, come here, come here. 那好了，我做出来了一个底座给你。你的小星星做好了吗？你要不要给它起个名字？啊，星星杯啊。星星杯啊。对。That's it. 要不你想。好吧，那是叫星星杯吧。Bravo。好吧。好，你塞进来吧。OK。好了，好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来，走吧。哇，小心啊哥！哇，你小心，我的妈，好恐怖啊！大哥，你看这地上走。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可以的，你还是不错的。哦，可以可以，可以吧？经得住考验吧？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好吗？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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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吓人了，我也睁不开，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哇，在这里看云好漂亮。我们可以挑明信片，然后给明年的我们写信，好不好？剪头，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呢？我不想玩那个，我不想玩那个。好了。这边真的好漂亮！哇，这边真的好漂亮！我的天哪，这好棒啊！好棒啊！天气特别好。丽江双子天文庄园，太幸福了！美丽的沙滩，我们看星星吧，妈！一分钟，在睁眼的时候，你会看到满天的星星。哇，这好棒啊！好棒啊！小的小距离，才能追逐到你。抬起头看，黎明更靠近你。哦，追星星的你，不怕天黑，最远的距离。